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徐伟宁前年掰了相恋八年的前男友阮经天后，本月九日被《镜周刊》拍到与曾为一零男模又是星二代的刘幼年十指相扣，爆出新恋情。男方除了身份遭起底外，过往情史也被挖出。现年35岁的他，目前主要在中国发展，曾与有“小张曼玉”之称的方静交往许久，并一度论及婚嫁。据联合报报道，刘幼年1982年出生，身高193公分，虽然是星二代，但志在成为专业摄影师，作品曾受娱乐、顾长卫等大师及摄影师的青睐。而近日被爆出与徐伟宁发展新恋情的他，也被挖出曾与有模特儿出身的新秀演员小张曼玉、方静交往多年，两人一度论及婚嫁，但因刘幼年赴中国发展，因远距离加上个性差异，最终结束恋情。